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向受害的小男孩的家属以及全国的人民致上最高的歉意跟最深痛的哀悼。是不是容许我可以坐下来讲话？儿福联盟成立到现在32年，我们最主要是来照顾孩子，我们也自诩为照顾孩子的幸福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今天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感同身受，因为我们儿福联盟是将孩子、儿童视作自己的孩子一样。那现在这个孩子生命的陨落，就如同我们自己孩子生命陨落，我们非常非常的痛。我在我董事长的立场来讲，我是觉得所有会关心我们、会给我们批评的，我都非常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个非常爱孩子的人，他才会不断的希望说这种事怎么可以发生，这种事怎么可以发生，对不对？为什么不能事先阻止？我相信你们的心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是想说为什么这种事情要让它发生，为什么我们不会事先阻止它呢？这是到底什么原因呢？我们错在哪里呢？说实在的，我们社工人员虽然有一些说辞，但是对我来讲，我认为我们儿福既然人家孩子托给我们的签约保姆去照顾，有发生事情我们就要负责，就是我们的错啊。